最近《延禧攻略》热播，剧情浮化都引起了吃瓜群众们的关注和热议，其中还有不少穿帮的镜头被网友玩坏，比如皇后坐的竟然是一张现代的塑料凳，这也遭到了网友调侃，这并不是塑料凳，而是皇后娘娘的蓝色翡翠琉璃凳，还有穿着现代运动鞋的皇上，真的是史上最时髦的皇帝了吧。除了实打实的穿帮镜头，还有一些误伤，比如娴妃穿的牛仔裤实际上是戏服，是一条和牛仔裤外形很像的水裤，娴妃本人还在微博上亲自澄清辟谣。而最近两天，不少网友都被皇后娘娘的洛神舞给惊艳了，但是眼尖的网友发现皇后娘娘跳舞时竟然穿了一件国际大牌 Valentino 2016系列的披肩，左突为 Valentino， 对比之下无论颜色还是细节设计，两件确实很相似，虽然高度相似，但其实秦岚在剧中穿的这件披肩并不是 Valentino， 类似的装饰间在我国古代就有，叫云间或者宫装，很明显 Valentino 的这款是设计师从我们的历史服装中汲取了灵感所设计的作品，将我们的历史服装加入现代元素，变成了现代的时尚单品，所以想要复查皇后同款的话，可以选择去 Valentino 逛逛。